嗨，嗨，我女友 ，Are you？ 好，你起吧。我最亲爱的爱，决定只牵着你的手。好，你起哇。看够了没啊？嗯。项链在哪里买的？哎，还蛮好看的。对啊，蛮好看的。然后在哪里？哎。日本人真的好爱干净啊。还好吧，我也爱干净啊。你最近是没有睡好啊？对啊，而且胃有点痛，不知道吃什么比较好。是哦。谢谢。哇，好想有人帮我擦餐具啊。那你要不要也换一个女朋友呢？好啊。哎，那边有钢琴哎，要不去弹一下？いいよ、私ピアノ上手くないし。哎呦，不要谦虚啊，去嘛。去啊。去。ちょっとだけ。那我们俩要点这个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泰山，换你们要点什么？不用。哇，三餐便当耶！好羡慕哦，都没有吃过。哎，我有煮泡面给你吃啊。可是都没熟。当兵的时候，我是扛战队在跑哎，连住没倒，超佩服我。那个时候，奖杯拿不完，讲八百遍了。すごい，すごい。那卡通应该不在动画有可能，然后还是我们就四个人就去看。那我们看中文版还是英文版？看英文的吧。看英文版啦、啊，英文比较好吧？英文不好。哇，你买的呀？好细心啊！我也可以帮你整理衣服。哇，嗯。我们喝蜂蜜拿铁好不好？嗯，いいよ。不加糖。いいよ。加牛奶。いいよ。你们要喝什么？我们要不要点抹茶拿铁？不要。哎，你生气啊？そんなことないよ。怎么了？だってずっと他の人見てるから、私が彼女として物足りないのかなって思って。那是因为他讲话很大声。嘿呀嘿呀嘿呀，嘿，好啊，我们明天约边不见不散哦，哦哦，再见再见再见。我今天要送一首歌送给我的书豪 baby。我最亲爱的 baby， 决定只牵着你。根本就仙女下凡，看人爽吧。ねえ、もう一個だけケーキ食べていい？可是你已经吃四个嘞。お願い、あと一個だけ。好了好了，哎，你们还要吃什么吗？宝贝，那人家可以再点一个蛋糕吗？不要吧，你这样会更胖。你现在说我很胖吗？我要加点一个蛋糕，谢谢。